小静在工作室亲近大自然的两天。出发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到达民宿，选择室友和房间。自由活动，灵魂放逐，项目有台球、零食、摔跤。小静仔个人演唱会，表演曲目吉他弹唱漠河舞厅。田园散步，亲近自然。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喜羊羊美羊羊，懒羊羊沸羊羊，慢羊羊软绵绵，哼开朗会开朗。泡温泉，小静仔裹得严严实实，并给镜头盖上了一条毛巾。 BBQ 微醺座谈会，烤串不限量供应。配歌快乐不停，第二天，早餐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小小小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呀！出发至滑雪场。我欢喜大海，欢喜山脉，我欢喜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。这个工程大概就是施工需要4年。每个人把自己安全帽戴好了，这个时候要勇气的排在我的身后。就算有1万公里，一吨行李，我们不放弃，前进需要勇气，一直往前飞。最重要开心。喘不过气了，已经。闯一闯，让我们闯一闯。我们为什么要在闯动的时候来上课？云儿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。啦啦啦啦，风儿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片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。旅程结束。